再细的腿站久了都会肿。女人的一生就是不停的和水肿战斗。通常在面对水肿的情况，你会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，但却越做越肿。其实你可以这样夹，因为长期拐脚导致小腿肿胀的你，想要在上班时偷偷消水肿，还可以这样夹哦。想感受 Kimi Bar 2分钟消肿的快乐吗？快来一起加入吧！